Macquarie Park 墓地与火葬场为非营利组织，我们致力于为您和您的亲人提供优雅的骨灰纪念与土葬纪念两种选择。墓园中有许多精美的纪念花园，都代表了您已故亲人的声望能够得到永恒的延续。在墓园中拥有一块纪念之处，也能让您对已故亲人的美好记忆代代相传。这座雄伟的花岗岩草坪墓地坐落于 Ascension Hill 上的园林，在这里您可以有一些额外的装饰选择。为了您的便利，Sakura Gardens 设计了一套完整的墓碑选择，这其中包括一座精心打造并拥有独特设计风格和颜色的花岗岩墓碑。我们的传统墓碑区坐落于一片特殊选择打造的土地上，家庭可以在这里自由设计全套的墓碑纪念。在这片拥有着悠久历史的墓碑老区里，很多传统的墓碑地历经代代而不衰。为您的已故亲人和家庭种下一棵世代常青树，是一种长久且环保的选择。经过全自然处理过的骨灰，可以滋养世代常青树的成长。您可以选择树的种类、位置，并且可以参加种树仪式。选择 Garden of Eternity 骨灰花园，代表着为您、您的家人以及子孙后代带来长久永恒的繁盛。Pathway of Memories 的两边种植了许多色彩缤纷的玫瑰花，以纪念您已故的亲人和爱人。Garden of Memories 宁静而安详，这里不仅种植着优雅的花卉，中心还立有一座雄伟的花岗岩十字架。坐落于 Ascension Hill 山顶俯视墓地公园的全景，这个顶级打造的花岗岩骨灰墓地包含两个安墓之处和两个花岗岩花瓶。Casarina Grove 骨灰区专门为希望葬在一起的家庭设计的，在这里您可以选择四个或六个安葬之处，也可以选择心形、十字形或者书籍形墓石，以及您心仪的花岗岩颜色。 General Niche Wall 坐落于红桉树保护区，其四周环绕着茂盛的桉树，并且靠近墓园办公楼、咖啡馆和花店。 Garden of Tranquility 位于办公楼附近的便捷位置，在这里您可以为亲人设置一个花岗岩壁龛以供纪念。 Garden of Serenity 建立在一个流水池塘之上，中间矗立着精心雕塑的桥梁，从这里通向一座圆形的花岗岩花园，园中开满美丽缤纷的玫瑰花卉。在 Macquarie Park 墓地与火葬场，你一定能够找到合适的骨灰纪念或土葬纪念方式。我们经验丰富的家庭墓园顾问也可以帮您推荐合适的选择。预约请致电02-9805-0499。